Why has it gotta be so complicated? Maybe this love thing's overrated. My feet in the sand, my face in my hands. I know it's my fault cause I never make plans. And now you're telling me you love me, but you don't even know me. I'm down to hang, but if you're falling, maybe slow me. Yeah,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lately. It's all just love.就是岩高站 Yongko Jong， 在韩国的大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 rivalry， 就是延世大学跟高丽大学，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这个岩高站，那这个是两间学校每年就是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要秀一下自己的 school spirit 嘛。这个活动总共有两天，然后今天是第一天。为了要更加入这个岩高站的氛围之中，我也跑去买了一些。我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棒球吗？我那天看到我就觉得啊，好喜欢。今天的场地是在禅市。哦天啊，我的发音。今天天气很好。我刚刚犹豫了一下要背什么包包，后来想说，既然我们今天要 school spirit 了，那我们就 school spirit 到底。一点点小羞耻。领了我的 T 恤，然后我们准备要进场。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d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it was life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 on them stages. But right now we just dancing in the inside a basement.Said it's 4 a.m. still with wavy tweaking bases. Learn this shit ourselves on my own time. I made shifts. Shooting for the moon, gon' turn this Honda to a spaceship. Shorty won't fuck with me. I just won't get some rain and sleep. Shit, low free, yeah. Say what I want, then I get what I want. It's too easy. Yeah. 我在想，可能是我下车的时候，我刷了交通卡，结果钱包就掉出来了，还是怎么样？我现在也没办法肯定。然后因为我找不到公车站的那个电话，所以我就问了旁边两个韩国女生，然后她们人真的超级好，她们就帮我打电话去问，然后她们回来说没有看到我的钱包。老实说，我现在不记得我是不是丢在公车上，还是我走到公车站的那段路上掉了。
真的不记得，钱就算了，主要是我的信用卡都在里面啊！我真的是想把我自己揍死。但是刚帮我的那个女生就跟我交换了 IG， 就说如果司机最后是有发现的话，她会打给她，然后再跟她联络这样子。决定现在先去附近的警察局问一下，这么快就解锁了在韩国进警察局的经验，而且我还要就是脸上有 tattoo， 然后全身走进警察局哦，好紧张哦！我等一下可以沟通到吗？成功的解释了我的情况，拿到了一个号码牌 ，Yushimu，OK， 学到了一个字 ，Yushimu。好的，他们说无法受理。我唯一没有丢的是什么？是我的 climate card， 至少我还可以回得了家，好不好？我要为我还有的东西感到感恩。对，我要努力。Forever grateful for these two. They accompany me to a second police station. 사랑해요，사랑해，사랑해。对，让我沉淀一下，今天的心情真的是大起大落，只能说真的是怪自己太不小心了。其实我觉得我比想象中还要更冷静一点。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说啊，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事情都发生了，也只能接受跟面对，然后想办法处理，对吧？我今天发现我钱包掉了之后，我就立刻开始回想说，我有可能掉在哪里。那我自己觉得啦，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掉在公车站，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跑去就是找公车站的电话。反正最后就是有两个非常善心的陌生人帮我打电话，那这个就是等公车站那边明天整个 service 结束之后有没有找到我的钱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去警察局，不算是报案，但就是有留了下我的个人资料，就输入那个系统。因为韩国他们有一个类似失物招领的网站，我去的第一间警察局他们有点不太想受理我的东西，后来我去了另外一间警察局，就是我也有怀疑我是不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掉了的那个区域的警察局，然后那间的就是警察就是人非常的好，他还问我的名字，问钱包的颜色，然后里面有什么，然后就说如果他们有捡到或是有人来报案的话，他们就是会打电话给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样子的经验啦，但是跟大家分享那个网站大概长什么样子。它其实有一个 app 的版本，但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好用，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网页版，然后呢搭配 PapaGo 这样子，就是看里面的翻译。Houston， 买这个新国。你可以在这个失物招领的区块就选择你的东西，像我掉的是钱包，然后这个是女士钱包，然后大概掉的时间是什么，像是今天内掉的，因为我不确定我是在巴士还是在路边掉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选，但是大家可以对可以试试看这样，所以就这样用我的名字进去查是没有的，我怕名字一对不上它就什么都不显示了，然后下面就会出现今天在首尔有掉了女性钱包的朋友，然后这个就是失主的名字，所以也可以用这个去确认是不是你的钱包呀。像这边就都不是我的，有一些他们会附照片这样，像这个就有附照片，像这样点进来之后，他就会看到他是大概什么时候被捡到的，然后场所在哪里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这几天我就努力的刷回网站吧，如果真的找不回来的话，我就要赶快去把该停的卡停掉，该申请的重新申请。我觉得我好像有越来越喜欢我们这间 apartment 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它的采光真的很不错。今天我会跟朋友一起去一个小小的 workshop， 然后再去吃个午餐。在那之前，我要先去帮一个朋友买衣服，因为最近好像有一个韩国潮牌的发售，刚好是今天。然后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到下午应该都还有26、27度，我今天还是穿的蛮夏天的。我冷老板这个东京限定箱快用完了。
I just tripped. Okay, guys. Oh my goodness. 很 random, 很疯狂。我刚跟我的朋友 K 出去嘛，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昨天掉了钱包的事情。因为今天到下午都还没有什么消息，然后呢，我刚刚就收到，就是昨天很好心，人非常好，帮我打电话的那个韩国女生说，就是公司都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所以我就请我的韩国朋友再帮我打个电话看看。结果，他找到了我的钱包。所以我是要即刻前往那个地方去拿我的钱包，距我家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不过没关系 ，OK， 为了我的钱包，我可以的，这么长途跋涉是值得的，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是呢，我听说就是钱包里面的现金都不见了 ，which 其实我有 expect 到啦，不过没关系，至少其他的所有卡，什么银行卡啦、学生证啊、信用卡啊都还在，所以这个是最麻烦的，所以 Thank you。你们知道那种心里有一个大石头放下来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这样子。네가모르고누가황이라고썼는데네네네그이름을후후후황황황이네나네네네나도어진짜요황신데아아괜찮아요괜찮아요거기에뭐아무것도없어요아괜찮아요그카드있으면네카드있고당연히네네네당연히요9월28일그냥사인될네네네9월28일쓰세요네9월28일네因为今天是岩高站的第二天，所以整个新村都还是很有气氛，所以我也跟着穿出来。好像在咬一个 condom 哦，我也这样觉得。